觉得他不该死时，你觉得同类相食的我才该死是吗？我是不希望你做违人的事情，所以才让你不要杀沈玉德。什么意思？在沈玉德说你同类相食，骂你下流的时候，你的表现很奇怪，一直是笑一笑，什么都不承认。 当时我就在想，你从小被秋山控制，秋山一定没有教过你是非善恶。你是不懂，要是懂的话，一定不会这么做。是非善恶我不懂啊，我懂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同类相食的怪物。 在这待着干什么？不怕我一会儿凶性大发把你吃了吗？啊！小草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。是不是吃咱的力量？赶紧走！ 星星。